懒猪早上好，太阳晒到屁股亮，早餐没烦恼，就是秘制小汉堡，伸一个懒腰，疲惫全部消失掉，懒猪起床了。又蹦蹦跳跳，蹦蹦跳跳，蹦啊跳干什么啦？一出去干这东，淡定，不要出去就这个样子。冷静，小发财也冷静，坐好，坐好，对，坐好啊。打个阿什么？好了呀，这么激动干什么啦？你出去。都快两岁了，尿尿还是不翘腿，你说尴尬不尴尬？只要你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。六大回家，老头的小电驴先充个电，准备一小时后我们出门吃饭去。你怎么又在这等着了啦？发财他干什么？对你老是对你护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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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要干什么？跟你打架？他打不过你的，是吧？你也不想搭理他是吧？他有毛病的。二愣子，你有种来啊！怎么啦，小佳佳你啊？母老虎快撸我！他脑子抽风，别理他。有种单挑。传话，屁都懒得对你放。哟，你好酷啊！发财有毛病啊！你做啥啦？伊不干什么啦？小佳佳你。看来我要叫你大哥了。干嘛发财？他要跟你打架？怎么了啦，小刘家？你要干什么啦？小刘家，你做啥了？在那胡发胡发？会搭理你们了，他不搭理你，真是的。今天我大姨夫来了。心情烦躁。今天周末，懒得打你。